可是现在也有人觉得，就是陈时中他的表态其实是相当暧昧的，认为他也是在为选战自保。那、就直接问到嘛，我昨天就讲清楚了，蔡英文在逼台湾人民在台湾大学跟民进党之间做一个选择嘛。那、既然你也信义已决嘛，哦，你这样讲的，那台湾人民就做抉择，那一样啊。现在从现在开始每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全部一个透出来问，你选择相信自己同志的选择相信台湾大学，每个都要表态。